中了，太帅了！豆腐 Rusk 太凶了，哇，太猛了，这招，哪招啊？就这个人是吧？对，我这人叫什么名 ？Rusk，Rusk，Rusk， 布布的徒弟算是，他俩是一个 crew 的，他俩是一个 crew 的。谢谢刘雨欣队长和他的队员们，真的很帅，很棒啊！哎，大老师，反正我觉得叹为观止，因为雨欣演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帅气，而且有很多的那种动作。我身为一个外行，我真的看着我觉得哇，这是人类能做的动作啊。好棒啊，然后而且又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干出这个事儿，我觉得一组都是天才，了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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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程炫他一出来，哇，好帅，而且他们是那种玩那种气势压人哈，一步一步往前这么走。气势感又特别强，而且我昨天还说，我说程炫中间这我也行，然后这个哦，他们后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就感觉他们那个舞特别像一个在快速盛开的一朵花，然后我觉得特别棒，而且程炫在前面当中有种错觉。嗯，他特别像特别帅的葛优，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看起你不是帅的葛优，我说葛优怎么这么帅？然后突然间有这种感觉，但是他就是迷人。然后我觉得震撼跟迷人啊，这是两个我的感觉啊。好，那我来问一下刘雨欣队长。因为可以和这么多优秀的舞者在一起交流和舞蹈是很幸福的，所以希望多有这样的机会。对，说实话，这的确是我人生第一场这种 routine battle。 我很喜欢舞蹈，我很喜欢跳舞能给出的能量和氛围，虽然我跳的不是那么好，但是就这么短短时间内在跟这么好的舞者一起能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我觉得很开心，我不知道好不好看啊，但我自己跳的是蛮过瘾的，帅，特别的帅，得劲儿，得劲儿，帅，蛮好玩的，就是跳着跳着不知不觉的就呀，就会有那种东西出来，对，在站在上面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的会有这样的能量就出来，对，而且我们练的时候在镜子最后我们离开。的时候就是一起对了一下，那个感觉是很爽的，会让我想起我最初我跟我的那个组合一起练舞，然后第一次完成一个舞蹈作品的时候的那种爽感啊，我觉得蛮过瘾的。各位，比赛至今，相信大家也消耗了不少的体力，今天的联欢会还有一个神秘惊喜给到大家。现在我们的深度睡眠官喜临门床垫将为所有选手们开放特别福利，在接下来比赛排练中可以随时使用喜临门床垫快速补充体力，保持深度好睡眠。哇，还好有喜临门维克特床垫，它是负离子功能面料的，号称床上氧吧，能够缓解疲惫，简直是我的充能神器。好，我们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好吧？你看，yeah, this one。I've done this like, check out. Oh. Shot, shot.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加油。OK. 谢谢。没事，老板。谢谢。谢谢老板。It's okay, easy. 谢谢老板。Easy for you. 来，我们准备开始。Okay. 看过大家的舞蹈之后啊，
后面就是大家该活动活动的时间了哈。接下来到我们一个传统小游戏传声筒的环节。好的，先为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这一次传声筒的规则。我们将分为两组，六人一组，每组的成员必须由两位队长加上大老师加两位本季的选手加一位大师团成员，其中必须要有一位外国舞者。火，感觉有好几万人。一博跟哥打个样吧。行，好啊，好。还有大老师，你们先选大师。鸡哥，鸡哥呀，鸡哥，鸡哥，鸡哥，来吧，来来来，鸡哥，来鸡哥，鸡哥，哥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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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来你好，来，来鸡哥你选，我们先上去啊，啊啊，我来选，选那个卡卡，卡卡就是发，对，来，然后板鸭。关呀，都来了，都来，都来了。选卡卡虽然是外国选手，但是中文也太好了。哦，对呀、啊，那这个太简单了。好的，我们这个位置是自由站，随便站吧。什么叫随便？都在一个栏里，好不好？可以。那我第二个，哦，这个呗。小鸡第一个可以，我来第一个是吧？大老师最后一个吧。行，来吧，走你。戴耳机，把他们耳机声音调大点啊。来吧，小鸡。好，你确定你已经知道了？我大概知道了。这个应该只会卡在板牙和卡卡那一轮吧。Ready go！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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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如果，如果，如果你，如果你，你突然间。如果你突然间对对，如果你突然间没有对，如果你突然间没有对，鸡哥你要不就直接唱好不好？真的急死了。如果你突然间打了个喷嚏，阿庆，对对，喷嚏呀！如果你突然间打了一个喷嚏。如果你突然间打了一个喷嚏，那一定是我在想你。如果突然间打了喷嚏，就是我在想你。对，往后接两句，光说两句。光说两句。哎，什么词儿啊？如果我突然间打了一个啊切喷嚏，打了一个喷嚏，完了巴拉巴拉什么聊天？如果我突然间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什么，然后哇，一顿，然后什么？如果我突然拿起手机，我应该在这里。如果我突然被手机惊醒。如果我突然被手机吵醒，给我离开的勇气，那一定是我关心。鸡哥根本没讲后面那两句，前两个根本就没有。那关键我有什么用啊？我在这儿。是一博救回来的。如果我突然间打了一个喷嚏，我突然间打了一个喷嚏，那一定是我在想你。如果我突然被电话吵醒，那一定是我在关心。那一定是我在关心你。就是那首歌。如果我突然间打了一个喷嚏，那一定是我在想你。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白鸭不会没听过吧？如果我突然，白鸭可以拿着麦说话，白鸭可以拿着麦说话，白鸭拿着麦，打了一个喷嚏，你手上拿什么呀？我突然打了一个喷嚏，那一定是我在想你。两个半，那。在那
在那一定在哪那一定在想对那就我在想你嗯我觉得大大老师应该能猜得到啊哇好久半年过去了来来咔咔 Hello 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如果啊不什么如果哦对了是吗啊对了啊如果你如果我打了傻了打了傻了打哦打打了打了个偏题如果打了偏爱你爱你哇什么是不是那个歌词什么什么那就是什么我在想你什么意思就是我在想你意思就是我在想你你是我在我知道你在想我然后呢没了好啊就这个是吧你再说就那歌词好那个如果突然大哥如果我哈哈怎么办真好吧如果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是我在想你后边还有啊他没说但是我没有我应该没听嘛如果云知道不是如果突然被电话吵醒哎我跟你们说这样清楚一些要故意经过那儿如果突然被电话吵醒哎我跟你们说这样清楚一些如果突然被电话吵醒那就是我关心那一定是我的关系你看是不是怎么还嘛艺人嘛那是什么如果我突然被电话吵醒那一定是我的关系是吧不是我的关系啊关心一定是我没有关系啊对对就是有个意思我没有关系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前面这段爱你 Cindy baby Cindy baby Cindy 我和你一样如果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是什么动作和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哦被上半夜收集下去好谢谢谢谢对了28个字可以了厉害这个厉害恭喜好那大老师不用下去好现在一博队长登哥反鸭卡卡小鸡可以归队李成俊队长刘雨欣队长我们可以选择一下那大使团我们就选少杰杰哥又一位游戏黑洞结果普通话更不标准后面的你定对我们先上去学太快了就选这完全不会的一个字都不会的Yuki 怎么办全部直接断掉直接断掉这个真的是一点中文不会啊我们既然有 Yuki 我们输定了直接游戏结束啊还有一个中国哎你选 UK 不是为了想选旁边的豆豆吧哎你说对了、来豆豆豆豆豆师徒出马赢定了啊哦第一组就可以了你教这位日本的朋友我来把他看有没有机会掰回来然后再掰给你好的都戴上耳机来豆豆这歌读过幼儿园的都会唱啊这个感觉索索来更适合哇这个有点难度爱你孤身走暗巷我估计是孤勇者是吗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开始吧哇这也挺难的我就不会爱你孤身走暗巷这个好难说看那个日本小姑娘怎么传开始吧豆豆爱你孤身走暗巷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我爱你爱我你、哦、爱你孤身走暗巷。杰哥不会没听过吧？孤身走暗巷。哦哦，嘴型大一点，嘴型大一点。爱你孤一个人孤身走暗巷，孤身走暗巷，走孤身孤身走孤身 yes 孤身走暗巷，孤身走暗巷 nice。 第二句，爱你爱你爱你不不贵贵贵贵贵的模样，魔力模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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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爱你模样。对，那首歌四句话，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的模样，爱你对自过绝望，不肯哭一场。好，后面记不住了。爱你爱你啊，爱你爱你孤身走暗巷。哦，爱你孤身走暗巷。耶耶，爱你不不跪的模样，不跪的模样，爱你不会的模样，好像是吧。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会的模样，孤身走暗巷，爱你不会的模样，痛苦一场。哎，全略过那首歌，痛哭一场，痛哭一场，哎，痛哭一场，痛哭一场。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痛哭一场，痛哭一场。哎 ，OK OK。还有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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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哭一场，还有一句，痛哭一场。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痛哭一场。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哪有这一句啊？哪有？没有这一句。什么？在锅里的才算英雄？才算英雄？在锅里的？光里的英雄？光里的英雄？对。什么的光里？前面。哎，我又要重新来一次。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OK。完了完了完了。爱，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嗯，你孤孤身孤身，哦哦，我可以摘了，孤身一个人，孤身走暗巷，完了，裂开，太难了，孤孤身孤身身身走暗巷，爱你孤身走暗巷，哇，这也太难了。爱你爱你孤身走暗暗巷，爱你爱你不会不会不会的模样模样，痛哭一场，痛哭一场，痛哭一场，对，哎，直接摘掉了。OK， 揭开也好像听不清楚，他好像带不带没什么区别。对，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不会的模样啊。好，好，下一位，下一位，还聊呢，还聊呢。Hello， 马了，大老师怎么办？他背得下来吗？嗯，爱你，爱我，孤身走暗巷，爱你，故乡，爱我的哭相，故乡，这是什么意思啊？爱你故乡，狗剩，狗剩，爱你孤身走暗巷，走暗巷。哦，哎，孤勇者，孤勇者，哎，然后爱你孤身走万象，我知道走万象，但是只有等过场，我知道，但是我不熟这歌啊，爱你爱你什么不什么的模样，应该是是不是不贵的模，不贵啊，哎哎哎，不贵，就行了，就两句是吧？没有，后面就四句算了，不用那么多。后面就 freestyle 吧。孤勇者，孤勇者，
呼嚯，这一脸蒜泥。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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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一脸哭一脸孤勇者孤勇孤孤勇者孤勇孤勇者孤勇者孤勇者陈奕迅陈奕迅对，哎，来那首那首歌听过哈，爱你孤身走，爱你互相走，爱你孤身走万象，爱你互相走歪线，对，好，爱你不贵，爱你不爱你不贵不贵，爱你不贵贵的模样，爱你不贵的不贵的模样，对模样，第三句是哭，爱你哭，痛哭一场，哭一场，哭一场，恨一场，哭一场，恨一场，人生，人生沧桑两茫茫，然后没有，没事，没事，什么？好厉害！我不知道后边什么词儿，可以了，来，程轩队长，爱你互相的。走孤孤，你往这边走走，你走那边，走弯向啊，来走那边走走，你跟他们说，爱你互相走弯向，还这么近居然没听明白。第二句，爱你互相走弯向，爱你可以不贵的不贵的不贵的模样，这是那首歌吗？对，陈奕迅啊，爱你。爱你，爱你互相走弯向，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的歌单歌歌独一唱，爱你破烂的衣裳。啊，是吧？陈奕迅的孤勇者啊，原来呀，陈奕迅孤勇者，孤勇者，对，陈奕迅啊。好，最后总共答对了12个字，恭喜恭喜啊！厉害厉害厉害！15分钟。啊，15分钟，谁喊的？音乐，震穿地板 ，Let's go！ 哎，哇 ！She gets lucky too！ 哇！啊 ，Let's go！ 来，专业专业。谢谢雨欣，太帅了！啊，来，我们准备开始。好，跳舞看了这么多，游戏也玩了，那现在我们该听听唱歌了。有请我们大老师带来你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天涯 Super X 生而无味，本节目生而无味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勇闯天涯 Super X 青春够胆，一起 battle。 本节目双硬核强内护的皇家美素佳尔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深度好睡眠炸场不停歇的喜临门床垫赞助播出，本节目冰力炸场冰爽够痛快的康师傅冰红茶赞助播出，本节目超长长续航的雅迪冠能三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静信持妆尽情热舞的兰蔻持妆粉底液赞助播出，感谢敢舞敢 battle 的百多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服装赞助商 Lacoste 法国鳄鱼
Jordan 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双硬壳，强内护，皇家美素佳尔。雅迪冠能三，超长续航，轻松200公里。谢谢各位，欢呼起来！我们的迷雾就像北京南站，巴不得在里边天天乱转。哎呀耶，哎呀耶，哎呀耶耶耶。我们的迷雾就像四川酒馆，恨不得大半夜声声呼喊。哎呀耶，哎呀耶，哎呀耶耶。坐你床头的小熊，打败梦里的恶龙，谁敢欺负你？我跟他没完，梦里也无穷，不用谢我的勇猛，为你我力大无穷。哎呀耶耶，天明刮过阵暖风，把你吹入我怀中，从此冰天雪地只穿背心都不觉得冷，不用赞我多出众，为你我热血奔腾。哎呀耶，我们得你呼你呼你一下我一下，你呼你呼你一半我一半，不管我们的迷糊就像四川酒馆，什么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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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端，我们的迷糊就像上海小南，什么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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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我们的迷糊就像圆规整段，什么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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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端。谢谢各位，谢谢大老师。好，那么第二个节目呢，我们邀请新队长来给我们带来一个才艺。哦哦，有请刘雨昕带来她的音乐表演，名字叫做《这就是街舞》，今天不跳舞。好，掌声有请。有请刘雨昕。刘雨昕。这么搞了个乐队，哇！What's up? Let's get it. 我了我了。Hey, 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装酷。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盲目。You say hey, 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盲目。You say hey, 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盲目。You say hey.这就是街舞，我停下脚步是为了加速。You say hey, 这就是街舞，这就是街舞。Let's get it, let's get it. 好棒！哇，这就是街舞。Oh my god.
当我站在聚光灯下，你知道你在跟我说嘿。耶、yeah. ，太帅了！好帅啊，最后一个，哇，好帅啊，刘雨欣队长，喂 ，crazy。Not she's proper. I know,、yeah. but I didn't know she can do tall box. 啊，好喜欢这个。雨欣队长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演这个才艺的啊？因为最近非常喜欢 tall box。然后他也是我刚开始跳 popping 的时候了解到的乐器，然后最近刚好喜欢这些比较带电的东西，所以就把它做一个融合。谢谢刘雨欣队长和他舞者们带来的嗨表演，谢谢。哇哦。宝贝，是时候教你更多大招了，好不好？好。来，记好口诀哈，直直举放松，右右使劲右。哎，就是这个范儿。就像街舞有无限可能，成长也没什么不可以。而皇家美术加尔近零损级，所流天然乳汁因子，更有可高达近30倍乳铁蛋白，双硬核强内护，守护孩子无限成长可能，让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我还要喝。哎，那其实我们这届呢也有很多爱好唱歌的舞者，大老师也可以听听选手们唱的怎么样。太棒了，让我赏析一下。赏析一下。接下来有请这届选手们带来的歌曲串烧 Zico。 Let's go Let's go。 外国人，这是法国人，意大利。哦，法国人。这歌好好听啊，法语哦，法语歌好唯美啊，帅哥唱歌 ，Let's go。Je suis pas tout seul à être tout seul, ça fait déjà ça de moins dans la tête. Et si je comptais combien on est, beaucoup, tout ce à quoi j'ai déjà pensé, dire que plein d'autres y ont déjà pensé.Mais malgré tout, je me sens tout seul. Du coup, j'ai parfois eu des pensées suicidaires, j'en suis peu fier. On croit parfois que c'est la seule manière de les faire taire. Ces pensées qui me font vivre un enfer. Oui, ces pensées qui me font vivre un enfer. J'ai mûrement réfléchi et je sais vraiment pas quoi faire de toi. Justement, réfléchir, c'est bien le problème avec toi. Tu sais, j'ai mûrement réfléchi et je sais vraiment pas quoi faire de toi. Justement, réfléchir, c'est bien le problème avec toi.爆发起来，唱跳艺人。耶 ！Let's go！ 是不是 ？Respect！ 哇！二货脸色表色兄弟伙 get 来噻滋儿在成都的街上 skirt 我们就 hip hop 二货老子们不唱二货 bullshit respect 二货 respect bullshit respect 二货 bird respect 二货我们滋儿 hip hop bullshit 二货下去我二号，看着我，听一下，新车，新表 ，Eyes on my wrist， 我让他听到，这音乐买个音乐，并且不是当起双架 ，Hip Hop 老子不懂，只有网上的乖乖懂，你的妈在喊你回家，你的家在喊儿童，老子跟你说耍起，等你老根本不耍你，我的 bro， I feel like popping on， 带你去。
天上水平这么大，都找不到手架，你们在警惕，你们好强壮啊！有啊，我天天到。我不解释不拢我的价值，不管从哪里看来，都像当年的大哥，绝对看得 this world for real。你要爪子嘛？你爱的很。巴适的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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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都够帅的，我了不起。这位教的好，明白我二货。谢谢。哎，好，哦，可以。一博有什么想问问陈顺队长的吗？他突然从你身边站起来，然后，原来是在 B-box 哦。对，感觉又被吓了一次，突然啪，这边突然起来的一个音乐。这个编排是程序员怎么准备的？卡卡是一个一直在成都的，所以刚好我觉得，哎，我们两个在一起代表成都的 CDC。CDC，CDC，厉害厉害。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一直有 beatbox 有点无聊，然后一直有音乐也听不出那个 beatbox， 所以我们中间卡掉了那个音乐，棒啊，有巧思在里头。那咱们掌声送给卡卡。下面这个环节呢很有意思，叫做不一样的 B-boy。好，有请大哈利、小哈利，哈哈二重奏，哈哈艺术家，祝梦者，真的很反差。我手哈利好帅呀、啊。哈哈二重奏，我真的假的？他们真会啊，好像应该他们学的就是个真的，太帅了吧！啊！哈哈，好帅啊！卡农，卡农啊！哇！真的假的？好强啊！把你搞鬼呀！把你。多谢大家。不说话了，哇，好不一样啊！帅，哇，好帅啊！哈哈 brothers， 大哈利、小哈利。那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哈利是小提琴，小哈利是大提琴？嗯？因为我只会小提琴。我只会大提琴。王总，你上来一下，他们俩说话我接不住。真的，你上来一下，真的不太好接，我们也得两个人。作为 B-boy， 没有想到他们还会这样的乐器的，包括这样的才艺的呈现哈。这个练了多久啊？基本上我从小就是被我爸爸妈妈逼着练，加起来应该有10年了吧。哇，了不起了不起！大老师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看他们演出有一种特别棒的那种走进那种高级的酒店大堂的那种感觉，而且两个人号特别正，是不是？好高级。很特别，然后没想到还会这么近的一面啊！你们的爸爸逼你们学这个乐器，为什么还会同意你们学 breaking 呢？其实一开始是我逼我爸让我学小提琴，然后后来学一学以后，我发现哦，这个好痛，就是拉音跟杀猪一样，我就放弃了。然后
而放弃的时候我爸就不让我放弃，可能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就会想跟爸爸妈妈作对，然后后来就走进了街舞，因为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她会跳街舞，我就觉得好像会街舞才配得上她，那学了街舞以后我就把我弟弟给强迫过来了。那值得一提的是刚才那个卡农其实是我们俩第一次献给我们爸爸妈妈的歌曲，所以今天隔了20年我跟弟弟又能够再合作一次，就是觉得特别有意义，也很谢谢节目跟队长还有朋友们给我们这个机会。好的，不客气，谢谢大脚哈利，谢谢谢谢谢大脚哈利带来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呢是对这一次联欢会呢有很多的外国朋友也和国内的优秀舞者们带来了合作的才艺，有请 Q 卡以 Buki 昂昂带来表演，一起派对吧。哇哦，哇哦，有请昂昂斯文 Snapper 带来的合作表演午夜。昂昂要弹钢琴了。昂昂我怎么会这么多啊，都啥都会全能。他从来没有，他不是没有过童年应该就thank you.
白琴键呢。哇哦，黑白琴键呢。哇、nice、哇、wow、哦哦，团队好好。啊，雨欣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是最怕跳很爆的舞蹈的舞者突然深情，所以就是感觉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那个昂昂的钢琴，有机会向你学习一下。哦、没有没有，你也很厉害，你也很厉害，很不一样，然后很惊喜，然后真的没想到，这个融合的这么好，也是这几季以来第一个 Crump 用这种比较抒情的音乐表演的一个作品。Yeah, as a crumper, it's the first time I'm performing with a ballet dancer. And when they asked me about this opportunity, I was like, okay, I never did this, so let's do this challenge. Mm-hmm.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because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crump and the ballet, soft and hard, you know. So yeah, of course, I really enjoy it. 好的，谢谢三位带来的作品，谢谢。谢谢。接下来这个游戏呢，可是重头戏。马上进入《勇闯天涯 Super X 小蓝瓶争夺赛》，每位队长可以选择四位舞者一起参赛，两组玩家面对面站好，听我的指令，第一时间做出相应的动作，反应要非常快。当我说出关键词小蓝瓶的时候，你们要马上反应过来，率先抢走自己面前的勇闯天涯 Super X 小蓝瓶啊，抢了，抢到更多瓶子的小组即为胜利，获胜的两组进行最后一轮决赛。现在请四位队长每人选择四位队员一起参加游戏。来，我们四位队长，我们先决定一下对战关系。准备，我这是成全队长，他要对战的是一博。好，那么根哥对战雨欣，来，大家准备。春林，你小心啊，春林。怎么在笑里藏刀？哦哦哦！准备好 ，Ready， 正式开始 ，Round One，Ready Go， 大家一起摸摸头，摸摸头，摸摸头 ，Touch your head， 大家一起拍肩膀，拍肩膀，拍肩膀 ，Tap your shoulders， 大家自己摸摸自己的脸 ，Touch your face，Touch your face， 大家一起摸摸对方的脸，摸摸对方的脸，哎，摸摸对方的脸，大家摸自己的鼻子 ，Touch your nose。小蓝瓶，王一博反应好快啊！哎，你们俩怎么可抢别人呢？你都突然来了，小蓝瓶，捡漏，捡漏啊！这个，哎，哦啊，输了，三比二，好，三局两胜。不不不不 ，sorry sorry sorry， 来，大家准备好了吗 ？Yeah，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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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e， 我们老年人反应啊，来 ，round two， lady go， 大家一起拍肩膀 ，tap your shoulders， 大家一起做 locking， 做 locking， 做 locking， 大家再接着做 locking， 做 locking， 做 locking， 大家摸对方的耳朵 ，touch the opponent's ear， 大家一起掐自己的鼻头。小蓝瓶，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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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Ready go！ 大家一起摸摸脚 ，touch your feet，touch your feet。大家一起摸摸头 ，touch your head。大家一起跳 popping， 跳 popping， 跳 popping。大家一起跳 walking， 跳 walking 啊，跳 walking。大家接着跳 jazz， 跳 jazz。小蓝瓶，小蓝瓶。
本来想用脚弄一下。程序员，你是不是有一瞬间觉得自个儿瞎了？已经就下去是不是瓶儿在哪儿？然后一直找。太快了，一博胜出是吧？赢了，赢了，谢谢，干杯！好，你们队稍事休息，好吧？现在把战场交给韩庚战队和刘雨欣战队。来来来来，来，大家准备。来了来了 ，Round One, Ready Go！ 大家一起摸耳朵，摸耳朵，摸耳朵。大家一起摸屁股，摸屁股，摸屁股。大家一起摸脚踝，摸脚踝，摸脚踝。大家一起摸头发。小蓝兵，哦，韩庚太快了。小蓝兵。一比一比零嘛，yeah,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好，我们第二轮，好，雨欣加油啊 ！Round two, ready go， 大家一起跳 popping， 跳 popping， 跳 popping， 大家接着跳 popping， 跳 popping， 跳 popping， 大家接着做 wave， 做 wave， 做 wave， 大家一起跳 locking， 跳 locking， 跳 locking， 小蓝兵。哦，贾拉丁！哦，哇哦，太快了！可以可以，一比一，我厉害厉害厉害！哇，你速度太快了，三哥，滑了滑了，太快了，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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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后一轮 ，Round Three， Lady Go， P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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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 Hop， 跳 Hip Hop 跳 Hip Hop， 大家一起跳 Locking。全部在地上了，大家一起跳 crumping， 跳 crumping， 跳 crumping， 大家一起再 crumping， 再 crumping， 小蓝兵，哈哈哈哈哈，快去扑，俺的替身，几比几？对，他是俩，刘鑫赢了，好的，一博、雨欣，你们两队再比一轮，哦，这就是抢瓶子，总决赛，加油啊！大家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大家一起 popping， 一起 popping， 一起 popping， 大家一起 locking。鱼雷太烂了，鱼雷上来就蹲了，这鱼雷。大家一起跳芭蕾，跳芭蕾，大家一起跳芭蕾，跳芭蕾，跳芭蕾。大家一起跳国标，跳国标 ，ballroom dancing。Ballroom dancing， 跳国标，我、哦、拉丁，拉丁，哇，好，大家一起拍对方的头，拍对方的头，拍对方的头，贾兰平，贾兰平，哇，一博，你能从壳里抢回来，青春无畏。一起 battle， 恭喜一博队长赢得本场比赛，请队长在小篮板中抽出你的奖励。确定是奖励吗？我确定。你能相信吗？我不太能。什么？太无聊了。啥？我看看有多无聊。我，你这不可能。哇，哇，好无聊。这真无聊。这，来，让我们看看。获得全场掌声十秒，来准备三、二、一、十、九、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落败的队长，你们有小小的惩罚，请从小篮板中抽出自己的惩罚。程炫队长的是全队吃柠檬，来，柠檬，请吃起来。刘雨欣的惩罚是，全队一起做俯卧撑十个，十个还好。分哥的是逃过一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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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狠了，大哥哥！哎呀，这惩罚也可以啊！哎呀哎呀呀呀！逃过一劫，逃过一劫，哎呀 ！OK， Would you like some？Yes, for sure. 最后一个人吃了，他可能比较喜欢。Yeah, I like it. 来，开始，开始，这边开座。
女性做俯卧撑贼猛，我觉得。五六七，走，one，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的。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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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哇，真实诚，都吃完了都，吃完了。成全队长这么能吃柠檬吗？哇，这是个奖励。哎呦，我抽到这个跟鼓掌十秒钟差不多。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Something I really want to do。想跳就跳 It's our time, now Why you looking at me like you're so gross? You stand mouth open like you don't know how to talk Ultra breastable You let the bed hop You let the bed hop 套一兜 Ultra wear 好重头戏来了是不是哎今天最后一场有一场非常特别的 battle林安慧，你表演个才艺吧，真的，就表演一个作品。哎，可以。那因为林安慧，你不是你就没有主持的工作了吗？是吧？必须摆他们俩掰折了，必须掰。直接一轮本草纲目啊，也可以。本草纲目什么 routine 直接掰，什么 routine 直接来了。然后再问一下淘汰感言。他们答应把这场 battle。放在了今天，也就是现在最后的一个 ending 的时候，来吧来吧来吧！好的，现场所有参加联欢会的选手们，你们即将见证到的就是终极联欢会不服 battle 大挑战。首先请上来的就是由《这就是街舞》总导演。陆伟带领的路见不平战队，OK， 好的。而他挑战者呢，就是我们这就是街舞总编剧王晨晨带领的态度一流。莫来了，来了。喊出你们的口号，来，大声点！大家好，我们是态度一流，呼！哇塞，好有那种厨师争霸争霸赛的感觉，是不是？我们的口号是：别看我大你八岁，今晚就让你下跪，今晚就让你下跪。重新说是吧？啊，你既然这么讲的话，我也送一句话给你，陆伟。我要为这是一个未来领导之战的话，请你看向我的后背。什么呀？关键是后背。央挺央，央挺央 boss 啊！所以就是谁赢谁当总导演是这个意思对吧？我觉得这可以啊，可以。现在两位。无论之前你上台之前是什么身份，现在你们都只是舞者，你们在台上就是为了纯粹的 battle。 好， battle for hope。 OK， 裁判就是台上的我们四位队长加上大老师。好，那在比赛结束之前我先担任一下总编剧的位置。哎哎，好了，来了来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好。哎，由路见不平战队先出战。好的，现场所有人，如果你们期待这场世纪之战，再给我来一点尖叫声。这就是路见不平。Let's go.
厉害厉害，一上来摔帽子，我觉得这边跳出了一种纠纷的感觉，不知道为啥。对对对，越想我越生气。我们家的房，在我们家店，我就不搬，就不搬。你是反光，我有名气，不能败在他手里。不知道可以 freestyle 的感觉了，非常好。来，在路见不平战队之后，我们看一下态度一流战队他们的反击。OK, let's go. DJ drop the beat. Well, I was walking for some time. I came across this sign saying, Who are you and where are you from? We don't like when visitors come.会这么多招啊，脸都白了。炸炸炸炸，哦，来了，没事没事，收手收手。 OK OK DJ 啊，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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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more OK Judges 3, 2, 1。还有那个陆导说一下淘汰感言吗？对，因为这个总导演的位置可能没有吧。音乐骄傲的少年。哇，太精彩了，加油加油。做街舞已经5年了，从来没想到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开了舞台。我要谢谢5年来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人员，节目组的所有的导演，在场上的所有的舞者和舞技来我们的队长。虽然今天我离开了这个舞台，但我明天
一定会再做一段街舞。好，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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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想问一下，也想问一下新的总编剧，那对不起对不起，也想问一下新的总导演，那接下来，这个总导演的位置已经到了你的身上，你会继续怎样带领新的街舞走下去呢？我觉得非常开心走的今天这步，陆伟是我很亲密的队友，我被淘汰了。我会带着他的精神和我们一起拼搏5年的理念继续坚持下去，带领大家做出更好的街舞节目 Battle for Peace。 我要给我的导演给我的工作人员加工资啊，鼓掌，我走不着毛了。这一场 Battle 其实是给选手们一种能量和榜样，不是一个一定跳得好或者不好，跳舞是一种表达，跳舞是一种发泄，它是一个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你只要有一个音乐一个节奏可以同时给你自己治愈也给别人带来快乐。因为有很多的选手是作品类的 也想我就哎呀我 battle 不行，但没关系，试试看，没有人会觉得哎呀你怎么，不会，你是一种勇气，是一种态度，这个就是街舞的一种精神。言归正传，我们的联欢会呢到这里应该说是告一段落了。在这个联欢会当中，大家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也看到了队员另外一面，导师的另外一面，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征途将会继续。接下来为大家公布下一轮的赛制，下一场是24小时限时编舞战。哇哦，只有24小时。这24小时不光对身体是挑战，对精神体力各个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大极限的挑战。其实考验的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效率、默契和创意，然后还有储存的东西、心态，还有就是随机反应吧。这种极端的压力情况下，我相信他们会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一个机会。这就是睁眼。接下来我们会组成6个小组，根据队长提出的不同主题来编排作品。请四位队长读出自己的主题。我这个是在街头散步，踩了一个水坑，低头一看变成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然后跳起了舞，跳着跳着被神秘人抓走了。这个有点难啊。我的是我在日落前赶到滑雪场，一辆车飞了过去，我拼命追上去，越滑越高，飞上了天。我这个飞上天挺厉害的。李承铉队长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一个老人在梦境里遇到了已经过世的亲人或者爱人或者朋友。这是情感拉满舞。一博队长，我在家里看着这街的节目 alone， 突然外面电闪雷鸣，节目终止，街舞的总导演突然出现说我是冠军。哦，这个可以。各位 S 组的舞者，恭喜你们直接晋级，不用参与24小时主题战。哈哈，这个有个延迟，有延迟。但是你们会有其他的任务要完成。这一次我们请到了10位橙色毛巾选手和队长以冷餐会的形式见面，目的是增加彼此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将会有一场微电影制作的重要任务，这次聚餐队长也将邀请自己心仪的队员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队长们现在可以发出你们的邀请，
其实我心里有三位想邀请的，一个是 Zico， 还有Dickens， 还有就是豆豆，这三位 Qka、Shadow 还有仔仔 Carton、Qka、仔仔、Snapper、周玉祥。按照我想要做的一个主题来说， Carton、Yuki、Qka、仔仔、玉祥、豆豆，也有 Shadow、Snapper。选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在台上跟队长们交流的有没有？ I have one question. And I'm basically the only choreographer. What was you guys' vision for building the team like this? 哇，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我喜欢的舞者是可以把音乐理解和表达是比较突出的。我是想做点我自己不是特别擅长的风格，玩点新的东西，玩点自己走出去的东西。希望他们能够放松心态吧，就是不用那么紧张，然后去享受这个舞台，以后可能也会成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记忆，一个过程。对。那么接下来，你们将和四位队长共同商议并完成四个微电影的制作任务。我们也很期待大家能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他们说不要靠得太近，不要爬得太高，不要跑得太远，但那又怎样？成长没什么不可以。皇家美素佳儿，近邻损及所流天然乳汁因子，更添加可高达近30倍乳铁蛋白，赋能宝宝的内护力，非凡内护，自然随心所欲。欢迎各位来到24小时限时编舞站。在地球最后的夜晚。Eight and one, two. No, sorry. 就是舞蹈的方面没有问题，但是表演没有出来。让我想一想。这个2小时是我最累的一天，我今天已经灵魂出窍了。It was a nightmare. 24小时这个阶段是最辛苦的，而且是最考验大家的这个体力跟头脑风暴的部分，所以很期待。开始吧！突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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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想法跟音乐的配合都特别的好，没想到把这一点用得这么好，真的很好，我给的是满分。他们一直在挑战新的东西，我觉得这本身这件事情就很突破了，所以你们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吧。Great job, great job. 每个人单拿出来都是很有自己特点，但是能在这个作品里面彼此都捏合在一起，我觉得这点很厉害。我很喜欢，没有太多的很过度用猛的一个东西，但是是该给力的时候给力，柔软的时候柔软。所有人在欣赏一个故事的同时，还融入了自己的故事，我特别喜欢，所以我打了100分。这就是街舞第五季一周追踪指南，每周6晚8点更新正片，会员同步更新街舞全记录，翻转吧街舞宇宙，精彩衍生内容，趣味游戏等你来看。每周日中午12点，会员专享一起火锅吧，跟着四位队长一起嗨吃嗨玩。周中超多花絮不定期掉落，会员专享街舞营业中，展现新生代舞者独特个性。每周五中午12点，下期预告精彩抢先看，街舞要 one more， 加倍了解一周精彩节目内容。上优酷看街舞，每天都有新内容，更有每晚19:30上线的 If I Can Dance 联名线上直播课。优酷站内搜索街舞线上课，或微信小程序搜索 G Steps， 沉浸式互动教学，轻松 get 队长同款舞蹈。欢迎来到火锅海岛，